咱们今天开始讲数据库啊。这个数据库，我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它在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框架里面占一个什么位置啊？就是基本上，因为咱们不做前端，就咱们主要是搞后端开发嘛。那你搞后端开发的话，其实这个数据库要比咱们前端更重要。前端只是因为你们之前也没学过，明白吗？咱们得大概了解，有一个你不能什么都不认识，标签什么的你最少得知道。但是数据库不一样，数据库以后是你们，就是我不管大家以后是不是做专门的这个 DBA，但是总之你肯定是反复的要跟数据库打交道的，因为你做一个你哪怕就是咱们说后边你做一个 Web 的话，咱们学 Web 框架，学完框架其实它的基础知识就那么一点，学完之后。大家玩的还是什么呀？玩的还是说你怎么从数据库里面能够对数据库能够进行增删改查，能懂吗？大家就是说你作为后端开发，你要说你不会数据库，那就没得玩了，理解吧？这个它在咱们这个里面就跟前端一部分、数据库一部分、后边框架一部分，这里面其实数据库是最重要的。虽然说我们后边咱们操作数据库有专门的一个工具叫 ORM，但是。底层这些数据库到底是很多概念是怎么实现的？如果你不了解，你用 ORM 就有一种就是你摸不到底的感觉，能懂吗？好多学生咱们之前也是，就是他之前没学过数据库。最早期的话，你们看过视频的话，也会发现啊，其实讲数据库就讲一点点，你知道吗？一个增删改查好像就过去了。但是你会发现到后面讲 ORM 的时候，好多概念，你像讲聚合函数，讲 group by，讲 heavy。好多东西他不知道到底这些语法是 ORM 提供的还是 MySQL 自己就有的，能理解吗？大家？老师，你们什么意思？不说话？困了这是又？说话啊！就是说 MySQL 自己提供了这些语法给我们之后，我们必须得先了解它有什么，再学，再基于它的一个 ORM 封装给我们什么一些那个快捷方式。OK 吗？所以说数据库在咱们这里面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什么是数据库。数据库这个概念，咱们先看一下啊。数据库是指长期存储在计算机内的一个数据集合，是不是？数据库中数据按一定的数学模型组织描述和存储。咱说这一大堆也不太明白，大家记一句话，什么呢？数据库就是存储数据的仓库。咱们的 Notepad 在这儿。数据库就是存储数据的仓库。这个时候关键是什么是数据哟？什么是数据啊？一切都是数据是吗？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问大家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东西其实是他这个举一个例子啊，给大家，咱们来想一下，如果我想把咱们班级所有同学的信息存储起来，让你们来做这件事情，你们怎么办？比如说每一个同学是不是都有个人信息啊，对吧？姓名、年龄、性别，对不对？婚否，是不是都有？这些信息如果想让你们存起来，你怎么存？用 Excel 表是吧？生存在 Excel 表里边去是吧？其实这个过程啊，你们记着，从这个计算机这个有计算机开始，就涉及到这个数据存储。数据是咱们所有这个问题的核心。那从一开始，这个数据的存储就大概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人工存储，那没办法，手动存，就手写存。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主要阶段就是文件存。
文件存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之前咱们是不是你们写小程序的时候，有些东西如果需要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把它放在一个文件里面去啊？然后咱们再对这个文件进行一系列操作，然后通过拿它的数据改它的数据，对不对啊？但是这种文件操作是不是非常麻烦呢？首先你的读取就已经很麻烦了，对不对？但是最麻烦的还是查询，这个查询过程是更麻烦，明白吗，大家？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又出现一种基于什么呢？基于表格的这种关系型数据库的来存储咱们的数据，基于表格的关系型数据库，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明白吗，大家？我们现在用什么呢？比如说，咱们我给大家写一个啊，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个 A，这个 A 有一个什么呀？它有一个，比如说有个年龄，咱们说12，行不行？它有个什么呀？还有性别，对不对？性别，比如说男，OK，你说你要把它存起来，你存成这种形式吗？你存在文件里面存成这种形式吗？可以啊，没问题，你存就存呗，存成 A 12男后边，比如还有什么呀？还有 B 是吗？行，你可以存多个人，你是不是通过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文件里面去？但是大家来考虑这种存法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是吗？没问题是吗？没表头是吧？你这样写的话，你知道这个是人名，这个是年龄，这个是性别。你拿的时候可能知道第一、第二、第三是什么，前提是你知道，对不对？前提是你得知道。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如果想让你知道的话，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涉及到前面一系列的处理啊？我怎么告诉计算机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呀？是不是？你这里是写了个十二，你知道是年龄，你后边有没有可能再写个数字，它代表其他的意义啊？对不对啊？比如说你写个日期，咱们说就说是不是有可能有个生日啊？1990，对不对？03、23，这是一个生日。比如说后边你有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个日子？比如说2017，什么呀？2017，09、08。那你现在这个日子，你知道？你现在让人别人一看，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吗？好像你不写这个，大家一看好像是日期的，是这个生日的意思，对不对？现在我给你写两个，你还知道什么是什么吗？是不是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有可能是不是这个就是你进入公司的时间呢？有没有可能啊？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每个描述的信息是什么，你这样存储在文件里面去。你就得定义好每一个字段，每一个内容，第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第三个位置，到底都代表什么信息，然后再对它们进行操作，是不是？所以这种它就非常的不方便了。那大家也想到了，咱们怎么做就好了，是不是上面有一个表头就行了？比如说上面这个代表什么呀？这个是不是代表姓名就行了？这个代表姓名，下面这个代表什么呀？是不是年龄啊？下面这个呢？性别，对吧？这个呢，生日，对不对？这个呢，入职时间。你这样写完之后，你这样写完之后，是不是你再让人一看就非常直接了？这个时间永远不会错，它就是一个入职时间，不可能跑到生日这来。同理，生日是不是也是这样？那我问大家啊，这样写你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咱们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不是很像咱们的 Excel 表格啊？对不对？首先，这个上面的这个表头都是什么呢？叫字段，叫 field，OK 吗？下面的内容叫什么呀？叫记录。这是不是一条记录？下面这是不是一条记录？所以，真正的一个 Excel 表格，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你的字段，字段就是咱们上面第一行的内容，信息也就是咱们记录，就是代表着你一条条插入的内容。理解吗，大家？通过这种 Excel 表格的格式，咱们再来处理数据，是不是就非常方便了？你想拿任何一个人的信息，是不是？比如说你想拿 A 的某一个信息，是不是就直接去对应字段就行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后期到咱们这个数据库，就是到数据库阶段，都是通过这种类似 Excel 表格的这种关系型数据库来描述咱们、来表述咱们、来存储咱们的数据。所以我们来看啊，你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定义这么一张 Excel 表格在数据库里面，其实它就是一张一个 table 表，
一个 table 表，一会儿咱们会介绍。而一张张 table 表放到一个，是不是得存到一个位置啊？存到一个仓库里面，这个仓库就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数据库。一个数据库里面可以给你存放多张表格，它通过这种格式来构建出来这种关系。OK 吗，大家？对，这个大家咱们现在先了解一下啊，就是说大家知道它是有一个有这么一个过程，经历这么大概一个过程，分为三步，一个是手动存，一个是文件，还有一个是到咱们现在的以关系型数据库为主的这个存储方式。什么叫关系型是吧？关系型这个涉及到后边，咱们现在今天要讲的都是关系型数据库，后面咱们还会学非关系型数据库，也就是 NoSQL，就是像咱们会学那个叫大家 Redis 知道吧？Redis REDIS，就是你像 Redis 还有 Memcache 这些，它们都属于非关系型数据库。它们是存在哪的？咱们现在这些数据库都是存在磁盘上，OK 吗？非关系型数据库都是存在内存上。为什么要有这两种数据库呢？是这样，我还是拿京东来举例子啊。大家看，你现在去京东或淘宝，你去买东西，它是不是有很多数据？它这些数据存在哪？它必须得存到数据库，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只能存到磁盘上的时候，才能保证这个数据不会丢啊？而且它还得备份，对不对？所以它肯定会存到磁盘上，把所有的信息都存到磁盘上。然后用户一点击访问的时候，它是不是应该从它这个磁盘上，通过数据库，然后取出来，然后给用户去看的？是。那这种形式有一个问题，慢，对不对啊？你现在访问这个数据库，你现在访问京东，你现在从京东里面拿数据，京东它通过数据库把这些数据取出来，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么多人访问，是不是需要很多时间啊？这个时间如果都从数据库取，会卡死人的，能理解吗？它会卡死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它会通过这种内存的形式，通过这种 NoSQL 的形式，也就是咱们的 Redis 跟 Memcache，我把这部分数据啊。看了吗？比如说，我现在数据，我在京东啊，有一个 T 的数据，假设啊，有一个 T 的数据，那这一个 T 的数据，我现在先放在数据库里面一份，能理解吗？我先放在数据库里面一份，然后呢，我还得放在内存里面一份，通过 Redis 给我保存起来。我通过内存里面，然后用户再去访问的时候，我让他都是走谁啊？走内存，别再经过数据库了，不要从数据库里面去从内存里面去取，内存里面这一个 T 也得给我放在内存里面。所以说，你们看到，其实你们每一次访问那个网站，是不是啊？经常访问的那些数据，基本上都根本没走人家的数据库，都是存在那个内存里面的。因为这样速度是不是最快的呀？内存是不是速度相对于数据库，相对于磁盘，它的速度要提升很多啊？对。所以说，所有的网站都是这样，没有人会把你访问数据的时候会通过直接走数据库。但是数据库需不需要呢？必须需要。你在内存里面是不是这个数据不安全啊？万一丢了，是不是就没法恢复了？所以它的数据库更多的是起一种安全备份的作用。对，我有个问题。其实你不是说，就通过访问的时候嘛，比如说京东，然后它是在内存里面访问的是吧？不是需要把用户的信息要写到你的生物数据库里面吗？那它是什么时候写呀？因为它刚开始是在比如说内存里面。好啊，对，这个问题有啊。其实你现在，比如说咱们注册一个信息，或者咱们拿那个什么，咱们拿这个 Symblog 来说，行不行？你现在写一篇文章，其实你写完之后，它这个东西会存在哪里呢？内存。会存在内存里面，但是它什么时候给你放到数据库呢？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刷新时间的，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一次，来完成这件事情。不是说我现在把所有操作我都是。我的数据库跟我的这个 RAM 跟我的这个内存就脱离了，不会脱离的，它会走一个同步的概念。我得实时更新嘛，这个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公司自己的这个需求了。能理解吗，大家？有的小公司，我告诉大家，有的小公司它是这样，有的小公司就是你可能做了一次修改，对不对？你做了一次修改，可能它半个月它都不更新，你都看不到，因为它根本没存到数据库里面去。能懂吗，大家？有时候它就是这样，看你同步的快慢，你同步的这个时间来决定着你这个用户体验。OK 吗？我们现在先不用管那个 NoSQL 啊，不用管那些 NoSQL，我们现在就只学这种关系型数据库。OK 吧？OK。先把关系型数据库学会了，
但是我们后边肯定会讲 Redis 跟 Memcache 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你到公司里面肯定会接触到的，好吧？不管是关系型的还是非关系型的，大家都要学好啊。那我继续说，这是咱们的一个数据库的概念。接下来还有一个叫什么东西呢？叫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这是什么呀？这叫 DBMS 是吧？管理数据库的软件，什么？这是什么呀？昨天让大家下载 MySQL 了吧？你下载那个 MySQL 就是这个 DBMS， 就是一个 DBMS， 它是干嘛的？它是来管理你整个这个数据库系统，管理整个数据库的。你怎么去创建一张表？你怎么创建一个数据库？你怎么给它进行数据的插入、读取，对不对？删除、修改，这些所有的操作都是基于一个软件来完成的。这个软件就是咱们的这个 DBMS。能懂吗大家？能明白吧？首先是有一个数据的概念，数据库它本身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数据的集合，它本身什么都不能做，是我们通过这个软件来操纵这个数据库的。OK 吧？ OK。 你们这是怎么个意思啊？是会呀、啊、还是困呢、啊、还是什么呀？怎么不说话去呢？就是困是吗？江亚，你干嘛呢？啊？我准备好借你这个发麦针对你。江亚，你能不能把这个心思用在学习上？啊？你就准备好一面。你就等我这句话了，是吧？你用的啥玩意儿？谷歌翻译。认真听行不行？行。是不是有你们是？哎，你们全会吗这个东西？会。你要会我就说快点。会。完全听过是吗？不是，哦，完全没听过是吗？对。哦，完全不知道我在说啥是吗？好，那这个、能记多少记多少，就像这种概念性的东西，咱们大概了解一下就行。那这种关系型数据库，咱们我再多说几句啊。它是这样。这个 DBMS 呢，咱们昨天下的 MySQL 是其中的一款，并不是说 MySQL 就是所有的这个，不是说这个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就是 MySQL 就是数据库管理软件， MySQL 只是系统软件这个 DBMS 里面的一款， OK 吗？就像比如说咱们说聊天软件，它只会有 QQ 一个吗？不是啊，还有其他的，对不对？它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选择 MySQL 是有我们的原因的。但是除了 MySQL 还有哪些 DBMS 呢？常见的，大家听过什么呀 ？SQL Server 是吗 ？Oracle 甲骨文的一个叫 Oracle 的一个数据库，还有 IBM 的一个 DB2， 还有这个，还有这是微软的一个 SQL Server 跟 Access， 还有这个 MySQL， 这个大家应该见到了，这个是不是早些年一直在用的一些东西啊？现在其实也还有啊。这个我们现在选择 MySQL， 它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数据库它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它是开源的。能懂吗？开源是不是就意味着免费啊？这个东西，嗯、对，对，这个东西，这一不花钱，这个大家是不是就都用开的了？对，这是最重要的嘛。另外一个，它也是跨平台的。你像这个谁，这个 SQL Server， 它因为它只能在微软的这个 Windows 操作系统下才支持。所以说，其实啊，真正的这种商业公司很少用 SQL Server。因为这个东西你一个公司不可能说你要求这个平台唯一性，对不对？跨平台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需求。所以说这个微软 SQL Server 它好用啊，其实挺好用的，但是它在商业领域它推广的不是非常开。对，它今年支持 Linux 的。今年支持的是吗？去年是吧、嗯、啊，其实啊挺有意思的这几家，这几家其实哪一个最贵呢？No， 这个 DB2 你知道吗？ DB2 是最贵的。这个 DB2 你要买，你买一套。为什么？你像哪些？你像银行还有那些电网，国家级电网，就这种就是大型的这种企业需要这种，就是对这种海量数据还有一些这种高性能需求的这种算公司啊，算部门啊，他一般都用这种 DB2。
Oracle 也有，但是大概反正一半一半吧，主要还是还是这个 DB2， 因为这个 DB2 它整个这个，首先我刚说这几个部门啊，它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不缺钱，你知道吗？DB2 它贵，它特别贵，因为你要买是买一整套，你知道吗 ？IBM 你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数据库系统啊，这个数据库系统是包括它不光说这一个软件，它是包括着你的操作系统，包括着你整个这个硬件，整个一套下来是，你像 这个 IBM 出这个 DB2， 你是一整套要买下来的，所以一般公司这个没钱的你不需要，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说用了 IBM 这个 DB2 它就好，它是针对一些特殊的需求它好。你像银行他们为什么必须用这个 DB2 呢？一般银行啊，它是这样，一般银行它是这个 IBM， 它本身这个它用的这个很多产品就是 IBM 的，你用了 IBM 的顺理成章的你就用了它这个 DB2 这个数据库。对，不差钱是一方面啊，就是说它而且最重要一个特性是什么？它安全，它绝对安全。你对银行这种你是不是不能出一丝差错？肯定不能出一丝差错。比如说你给他转钱，他给你转钱，你这时候对吧，你同时的话钱没了，对吧？比如说我从村长那儿对吧取了200块钱，结果我取完之后村长那儿没少，你看这种事儿是不是不允许发生啊？绝对不能允许发生。所以像这种错误是一点都不能发生的。他这种是基于什么这种安全机制，也是通过锁来完成的。他这个锁的好像是三级吧，好像是IBM 这个 DB2 好像是三级锁机制，像咱们的 Oracle 跟 MySQL 它都是一级锁机制，所以说它这个安全性上不如这个 DB2。 但是啊，大家记着 DB2， 我告诉大家咱们要学 DB2 的话根本就基本上很难学会，因为它这个锁太麻烦了，你每一步操作都得带着锁，能懂吗大家？所以说这什么事都是相对的，安全的对吧，背后你必须得复杂，所以说又因为它这个领域相对比较不是说特别宽广，所以咱们一般不会用到这个 DB2 啊。你像咱们的这个大，咱们能接触到一些公司，是不是主要互联网公司啊？嗯。你像这个百度啊、腾讯，还有这个什么，还是阿里，他们都用什么呀？他们都用 Oracle 跟 MySQL， 其实用 MySQL 用的比较多啊。还有国外的一些公司，你像比较大的做的，你像 Facebook， 大家知道吧？还有什么呀？Twitter 大家知道吗？ Twitter 知道吧？ Twitter 就有点像就是美国的那个 QQ 微信似的那种东西，对，就是发状态的那种。对，他们这些公司啊，这些公司大不大？也非常大，对不对？你像 BAT 在中国这个地位很重要，他们用的都是 MySQL 跟 Oracle。 阿里好像我听说啊，什么对，他其实自己已经在改这个 MySQL， 你知道吗？自己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力量，已经自己搞出来一套了这种数据库了，针对自己需求的一套数据库。但是好像说他们买一套，他当然他不是光用 MySQL 啊，他好像也用 Oracle， 他是混用的。他买了一套系统，他那个配置好像是多少呢？好像是几百个 T， 然后他那个用了多少核呢？好像是500多个核。那套系统下来好像是1亿，就是这么一个数据库整个下来。对，他不差钱，但是就是说他买下来这套系统之后，他并不是说完全用他这里面的东西，他现在自己也在改，你知道吗？他还是因为他完全这个人才嘛。你们知道这个阿里其实是中国聚集这个互联网人才最多的吧？其实百度根本比不上他啊，就是能去阿里的绝对不会在百度待着，除非就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对对对，所以说其实阿里的这个全中国基本上最最最最最顶端的这些互联网人才全在阿里了，他们完全有能力自己开发出来一套这种东西啊。阿里老板，谁知道是谁啊？对，大家了解一下啊，就是说其实。这个 MySQL， 咱们今天要学的这个 MySQL 是应用非常广的，它现在呢已经被谁收购了呢？已经被这个 Oracle 收购了。现在你再下载，你会发现其实都有 Oracle 的商标了。它其实现在它已经现在属于，但是应该现在还是现在也不用花钱是吧？好像现在还是不用花钱啊。有花钱版的，就是给你提供那些技术支持之类的，
不过也应该不会花太多。关于这个 DBMS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知道有这么几个常用的一些数据库软件就行了啊。接下来说一个数据库系统，这数据库系统的概念呢，其实就是我刚跟大家讲这个 DB2 的时候说了，其实啊，一个数据库系统它就是一个概念，它包括着什么呢？你像它不光再是一个软件了，而是说从软件到数据库到管理员到整个操作系统再到这个硬件一整套完全下来的一个系统，咱们称为这个数据库系统，所有相关的内容叫一个系统 ，OK 吧？这个也是了解一下就行了。这里面其实有个叫什么呀？数据库管理员是吧？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OK 吗？他是维护着咱们整个数据库的一个运行的。哎，一般公司有多少数据库管理员？小公司的话，是不是有几个就够了？一两个是吧？反正这个事儿啊，就是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就是你像数据库管理员对吧，删错点东西，真的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因为他有权限嘛。咱们后边会说到啊，这个权限，其实你操作数据库啊，你作为一个用户，你肯定是作为一个用户去登录的，但是每个用户登录的权限是不一样的，有些你像 root 用户对不对，他最高权限全都可以干，但是有些用户分配给你的权限，可能你仅仅能够看一个字段，你连一张表都看不了，是一道字段上给你去做权限 ，OK 吗？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大家虽然都能登录进去，但是你能干的事情跟我能干的事情，大家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咱们这些一些基本的概念，我就先说到这儿吧。